不久前，一名登山爱好者爬到了火山口，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显摆他新买的四旋翼无人机。看着该机平稳离去，登山家踌躇满志。谁知不一会儿，无人机就莫名其妙向岩浆下降，就算遥控器油门推到底，依然无法阻止它化作青烟。而另一位玩家则是让无人机表演吹火，结果他同样不听使唤，好端端的就掉进火堆里。还有人操作无人机横穿篝火。 依旧是毫无意外的出现意外，变成了灯蛾扑火。为了安全起见，专家建议无人机最好在火堆的侧上方悬停。但随着火苗子被越吹越旺，无人机突然抽风弹射爬升，然后翻滚坠落，又变成了烧鸡。有人说无人机是被火堆的热气流顶起来而失控的，也有人说热气流密度较低，只会使无人机失去升力而坠落。为此，我们在无风天气里让无人机悬停。 此时，桨盘上方远处的空气速度为零，向桨盘进风一面的低压区加速，流速达到 v 一，在背下表面的高压区推动约四分之一桨盘直径的距离，达到最大流速 v 二，然后气流减速下行约五倍桨盘直径的距离，重新归于静止。由于这股滑流是被旋翼转动制造的气压差诱导而产生的，因此滑流的速度称为诱导速度。此时，桨盘的拉力就等于空气密度桨盘面积。 和诱导速度 v 一的平方，这三者乘积的两倍。当无人机悬停在火堆的上升热气流中，虽然滑流各处会同时叠加上升气流的流速，但这并不会改变 v 一的大小和方向，只是让空气密度减小，因此桨盘拉力只能变得更小。就算上升气流对机身有些许推力，也无法使其突然跃升。如果无人机从二十度的空气里定高移动到火堆上方八十度的热空气中， 虽然空气密度会减小约百分之三十，但无人机的剩余功率能够弥补热空气造成的升力损失，通过增加电机转速即可维持高度，并不会因桨盘无法出力而坠落。既然这样，无人机自杀的原因就只能来自于它的飞控，因为飞控主要靠气压计来计算高度。根据算法，当前海拔高度的厘米数随着温度补偿气压 p 和标准大气压 p 零的比值而变化。当无人机定高移动到热空气里。 气压计读数就会降低，但飞行高度不变，因此要给气压计的读数加上由温度增量所换算出的气压增量，这样在相同高度的冷热空气中，温度补偿气压就是相同的，于是飞控就得到了正确的高度。虽然原理上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飞控的温度计反应迟钝，当快速平移到热空气里。 气压计读数会立马减少，而温度计读数增大的动作却慢了半拍，于是增压补偿发生迟滞，使飞控感到温度补偿气压减小，误以为自己升高了，于是减小电机功率开始下降。可是越靠近火源，热气流的气压就越低，同时温度升高引起的增压补偿依旧迟滞，于是飞控看到温度补偿气压在不断降低，说明自己还在升高，便忽略遥控器发来的增加功率指令，继续降低转速。 直到掉进火坑里，因此让无人机以缓慢的速度移动到火堆的斜上方，就能正确解算温度补偿气压而定高。但火被大风吹得越来越旺，使热气流和旋翼滑流构成了环流，这会造成火焰顺着环流方向偏转，把一小股炙热的空气送进滑流里，造成飞控的气压计读数变化不大，但温度计读数却大幅增加，并产生较大的增压补偿动作。 使温度补偿气压骤增，这样飞控又误以为自己正在坠落，于是满油弹射上升，而火苗远离后，温度补偿气压又急剧降低，飞控便赶紧收油，结果在快速下降中，桨盘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桨尖涡环而翻滚坠落。就算是能凑合着悬停在岩浆上方，塑料旋翼也会因滑流无力冷却而逐渐形变，使叶片攻角不断减小，最终还是会失去动力，葬身火海。由此可见。 平时聪明智能的无人机在靠近火堆时，它的飞控就可能变成一个脑袋不大灵光的司机。只要你敢让它忽冷忽热，它就敢当场给你表演车毁人亡。